Yo，大家好，我们是 GP 耶，我们现在在哪里？车拉车的，我是 Kevin 哦，我是 Kevin， 我是 Danny， OK， yes，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叫 Bedai King， 这你们三个，很热的 ，Bro， 我要讲你们两个。还有啊，我们三个应该只能吃不带，只有 Kevin 吧 ，right？ Yes， 我不吃不带。我从以前到现在，我爸爸很喜欢吃哦，我嗅到我都要吐，我很讨厌不带。你们不吃啊？很讨厌的。在你们选这个地方还是什么？选这个地方来给我们这样，不然什么叫歧视？是啦，就是歧视吗？不带不是一个很多人很能接受的东西，它是一个很 special 的。所以其实你们吃不到不带啊？其实我是不吃不带。其实我不懂哎，真的没？你没有 try 过是不是？我 try 都不敢 try， 我错了。Exactly， 这个 restaurant Bedai King 哦，它有很多种Bedai的东西啊。Combination of food 都是 with Bedai。我们就来 try 一下啦。啊，臭豆王看到吗？臭豆王。Bedai叫臭豆。Bedai叫臭豆。OK， 它的店。Oh my god，Bedai pineapple smoothies 我这里就看到了。What the f***，bro？ 我 respect 一下。But what the f***，bro？ OK， 他跟你讲 benefit of Bedai 这里。Improve mood, fight depression, reduce anemia symptoms, reduce blood pressure level, prevent stroke up to 40%. Increase brain power and concentration, improve premenstrual symptoms, improve constipation conditions, stimulate bowel, reduce the effect of acidity, neutralize level of acidity, decrease irritation by coating the lining of the stomach, prevent morning sickness, soothing hangover, help to quit smoking, resist the body to get over the end of the result. 看来真的很多功效哦。所以要不要吃？我们吃啊吃啊。他讲话，我还要你来吃吗？三包不带 ，OK， 这个是应该 normal。OK， 我们看我们一定要点什么先。三包不带，我们选一个咯。等一下，我们进去才选咯。对，走，我们进去。我看那边有不带 smoothie， 你看到吗 ？Let's go， let's go。OK。嗨，嗨，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吃盘臭豆排毒咸 ，Nice。Nice. OK， 第一道来了，这个就是Bedai炒sotong OK， stir fried Bedai。对，我看到那个Bedai哦，我真的要死掉。你看 Kevin 脸，我脸 exactly 也是这样子的，可是不用紧 ，Kevin 代表我。这个人有吃Bedai耶 ，Kevin 杀钱呢 ？Healthy 耶 ，OK，Kevin 也杀钱。OK， 你先吃。吃什么？Bedai先呢？酱饺啊。啊，直接吃啊，Bedai跟 OK。Oh my god， this f***ing disgusting man。Oh no。Oh my god! Holy shit! 他没有吃过，你没有吃过他？你有没有吃过？ It's not my thing, man. 可是你有没有吃过？我不觉得我吃过啊。没有，我是没有吃过。啊，你没有吃过啊？没有啦。可是看起来很恶心啊。看起来很恶心。Okay, just for you. 啊，听我讲 ，just for you 来。啊。Good. Okay, 给我来一些。你刚才在外面都看到了，很多 benefit 啊，所以要吃。我不能嘞，因为他在我印象，他就是一个。Things that I can hold. Right?等一下，我拍完你哦，你拍我，你吃先，我拍这了，你吃先，你吃先，没有，快点，不要浪费时间，你吃不带啊，蓝力力力，蛮力啊，江小力啊，你吃先，快吃快吃，你都没有吃过，就你会怕嘞，恶心哦，给我 ，Let's go， 1、2、3，不能啊 ，OK 啦，他的脸这样子，我觉得 OK 了的。Normally 它一进嘴巴，当然是臭哦。臭啊臭啊！可是没有想象到这样臭了，不像，不是蛤蜊的臭来了。来 review。OK 啊，那不了啦，我觉得是一个 beans 吧 ，feel 到一个 beans。别的有没有臭？我没有觉得来 super 蛤蜊，可是就不是我会一直去吃。如果有选择的话，你不会选它 ，right？ 肯定不会。臭嘛臭嘛。不会有味道啊！我吃没有味道，又没有那个臭。你刚有口鼻的，好丢口鼻。OK， 我来吃看有没有不带味先。你 Kevin 骗你啊？没有，其实我觉得不带味道不重，重没味道。是我。
不太不会 blending 去东西了。啊，吃，惊嘞，真的惊嘞，很恶心啊，这东西。你有没有吃过不带钱？没有，我讲了很多次，你要问几次？没有吃过不带钱，一定可以啊。这样你又讲恶心，我嗅到都很恶心啊。哇，那不带味哦，谁要来吃这种东西啊？所以看，不会咩？冰错啦！那 over 你，都背哦你，都背到，他等更恶心。真的咩 ？OK 啦，我觉得在我的恶心程度是脆脆。你觉得是因为像壳是吗？没有，它的味道。又讲 texture， 又讲味道，喜欢抓住，它是 everything， 它是 everything。哦，我吃一下安全烤味一下的味道，安全更好吃哦。当然喽，安全是 best， 安全 sick。我觉得这个 stir fry 刀，它其实不带味道没有很重，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那种不带味道的话，哎，其实它不带味道没有很重。其实我嗅不到不带味道也多，你是故意的。做两杯喂。OK， never mind， thank you， 不用紧。我两杯了 bro， 不用紧啊。叫一杯吧喂，一个是 lemon 不带，一个是 pineapple 不带。These two is the worst， I think。第二两个是 OK， 不带。这两个有什么分别？就是上面的 topping 分别。没有啦，有可能它跟 pineapple 一起嚼啊。OK， 吃那个 ice cream， Danny。来，我吃先。也是你吃先。I think 啊， this is the worst。你什么都 worst。它偶尔。Ice cream， 偶尔。OK， 先讲味道。你是冷冷吗？冷冷的不带不合适咩？So let's try 啊！我干超，甜嘛甜嘛甜嘛，它甜，为什么这么臭？因为好像是冰跟不带嚼，你吃到那个不带脆脆，它不是那个 flavor。Let me try， but no taste 啊。No try with the bun。This is the bun with but I ice cream。不带 ice cream。我终于觉得我有 COVID 呢。怎么？你是不是没有味道？你还是没有味道啊？啊，没有，不 strong， 这个有啊，只是没有，我没有觉得来。对啊，我也是觉得你有 COVID 的。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用手遮啊？啊，是不是没有什么味道？是不是？我看看啊，你这样 ，Kevin 这样没有味道是不是？哇，修了有？有咩？有啊。到底是苦也是苦，不双味啊！哎，我不会喜欢那么屌，它的 texture。单吃 OK， 我吃单单 ice cream 啊。OK， 味道哎，你是没有味道啊？我有味道，有味道，有味道，没有不双不双是不是？不双，可是。那 OK， 哎，我也来 strong 啊。No， 好像你洗脸啊，有那个一粒粒啊，那个东西哦，你洗脸那个，他那个洗脸霜有那种一粒粒的那种啊，这样子啊，哪一次？我要漱完了哎，你们都不要漱嘞，他 OK 啊，你吃啊，你吃啊，我 OK， good for you， 起来，请问你咬谁呢？哇，这个 looks very good， 这个里面什么？来看一下，不带三包，三包啊，三包不带，然后还有一点一干比利，不礼貌嘛 ，Let's go， 这个看起来比较好吃啊，好吃过这个我觉得。牺牲了，我咬最多不带的地方。Looks good 啊。Is it good？ 够了啦，我觉得它真的是啊，没有味道啊。没有味道啊？还是没有味道？还好吗？还好啊。机器人，哪有说的？机器人，美丽。哦。有味道吗？有味道？这个是什么？嗯，有三包味吗？三包味，啊、三包味都没有，是不是？三包味都没有。有啊，三包味，三包味，三包味。OK。Bye 啊。Looks very good 啊。Looks okay, tastes okay， 因为它是炸的那个 bun， right？ Right。This is by far 我不能的，三包味很重，嗯，没有不带味，嗯，说 OK， 有是 OK， 对，我有 OK， 啊，对啊，你看它主要是 onion， 一点点三包，嗯，还有我喜欢吃它的炸班，其实最好吃那个班盖了很多，对，最好吃，
都不错，我是觉得。因为阿班的味道很重。耶、yeah. 。我跟这个可以吃完，阿班的味道最重哦。那个班甜甜的。Pineapple 的我可以喝 ，Pineapple。This is pineapple pad thai. I feel it's the worst. Pineapple pad thai smoothie. Pineapple pad thai smoothie.没有，你是饿还是好吃？是哦，是哦，是哦，就不错，班长的炸班好吃。嗯嗯，炸班好吃。OK， 我也赞同。所以我现在要喝这个。Looks nothing。Yeah。Looks nothing， 它可以第三口，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了啦。哇，还来第四口。第四口哇。对啊，那我喝一下。真的、啊？有没有不带味？是不是？我跟你讲，是不是全部他的白带？没有，你们要知道，他开不带 K， 你看，吃完臭豆排骨，谁跟你讲他一定要有不带味？也对哦 ，Right， 他就跟你讲他的料理有不带味吗？怎么有不带味？我跟你讲那个 ingredient 吧。啊，他做那个班有三包吗？三包味道一定是很重的嘛，那你可能不带味重，那对不对？有时候一定是。Philosophy given is back。所以没有味道 ，describe 没有了，没有讲。好喝，我觉得好喝啊。啊，有机的，好喝，太好吃。就 OK 啊 ，OK OK 喝 OK 喝完。不喜欢。哇，你们很阴气咩？挑很挑食哦，你们。没有味道。没有啦，我其实是改了我的坏习惯，我没有这样挑食哦。它是甜的，很甜的。甜啊，甜。OK OK。拿掉。OK 了 ，Right？ 不要呕啊！你是那个心理作祟多一点。OK， 你可以。我懂这是什么？这是 pineapple juice。一点不带味都没有。可是它有那个不带 texture。哎呀，那个 texture， 讲真的，我如果没有跟你讲，你没有放不带啊，你不会去想啊。如果你没有跟我讲，你这个是不带，我就当做是白不熟记的，也很甜，就降不了。说它没有不带味，说你是在 good 的。good 啦，不带帮你排毒吗？你什么？可是那我喜欢吃不带，我要来吃不带味道的。没有啦，没有啦，有些人就是他喜欢，他就喜欢不带没有味道的不带，不可以。Why taste the same one？ Same 啊？ Yeah， 怎么 taste the same 呢？不一样呗。我跟你讲啊，是不是 Dango 吧 ？Pineapple 跟这个一样啊，有人。一样啊，一样啊。这边完全一样。啊那？没有 lemon 味啊？没有。Try。这个连这个都有 pineapple 味。不一样呗。说你讲这个是 pineapple juice， 这个是不是 pineapple juice？ 啊，可以叫我懂懂了，这个就是不带味啊。不是，它的 pineapple juice 整个它就是糖很多，所以两个糖很多变成糖味了，甜 ，right， 很甜嘛。But it's nice for 我觉得好喝啊，它是好喝的。它好像来，如果妈妈叫我你一定要吃不带啊，然后我就 order 这个 drink 哦，你要讲这个是不带 drink 来的，可是好喝。我叫妈妈连不带都不煮。这个，你们会选哪一个？我不能接受这个。我也跟你一样。这个好吃，这个那个 fried bun is good。给我的话 best 这个。Yeah， fried bun is good。这个盘不见了，这个盘。给我呢？也是 fried bun。我全部都 OK， 除了单吃不带。哇，你变了，给我。Normally 啊，最挑食这个不该啊。现在什么都吃啊。Normally 我讲 Normally 不敢吃不带的，或者一直以来对不带这个味道觉得很诡异的，可以来开这间店，因为讲真是没有什么味道啊。不要不要不要夸啊！没有，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味道真的。说它是好吃，因为这是咸，那三包味。我觉得跟这个很甜，跟饭吃好吃。嗯，跟饭吃好吃。我觉得要配，我觉得不带要配东西。有时候你跟我讲不带单单吃，我觉得不能。哎，我们那有没有倒给店？有没有那种倒给店？没有倒给店。倒给 Ice Blender。倒给 Ice Blender。对。那个你都不敢吃。有可能我们去找一下有没有倒给店呢？真的有吗？应该有。所以你要带上 ，have to 带上拍广告吗？其实吗 ？Overall rating， 我觉得 OK 啊，就还有很多选择的，你们可以去慢慢一个个选。7啊，我给7 ，acceptable。
Okay, 6 acceptable, but 没有不带味. 7. 7 overall average 是 7. 所以如果你们要 try 的话就 喜欢不带的话就来 try. Okay, 是好吃。 黑饭我觉得 OK 的。 黑饭好吃。 Oh no. Okay, do we end here? Yeah. 记得 unlike, subscribe, 然后 share 出去，然后记得介绍我们还有可以去哪一间店，OK？ Yeah.